这位艺术家是不丹人，1989年生。他在2018年的时候在日本成立不丹传统艺术工作室，其精致的绘画纹路描绘象征着不丹传统工艺的典雅高贵。他的作品饶富禅意，给人祥和、平和与安心的感觉。艺术家他可借由色相的运用来反映出自身的灵魂与意识。